Now it's men's physique, 176 category. 现在是男子形体176公分以下量级. Number 62, Wang Quanhong. 来自中华台北, from Chinese Taipei. 62号,黄杰宏. Number 71, Guo Tingwei, from Chinese Taipei. 71号,郭廷伟. Number 74, Xie Chao Chi, from Chinese Taipei. 74号选手,谢朝杰. Number 77, Lin Yanyu, from Chinese Taipei. 77号选手,李彦宇. From position. For the turn to the right, 四分之一向右转. Second place award goes to
Number 71, 郭廷伟. 第二名，71号选手郭廷伟. First place award goes to number 62, 王协宏. 也恭喜我们第一名的选手62号王协宏， 恭喜你们以上四位的选手。 那有请我们的颁奖嘉宾上台进行颁奖。 我们大会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赞助单位 GMG 男性健身网以及 True Yoga Fitness 全身瑜伽健身，Interior 以及 Team Joy， 还有 People Fitness 全民运动健身中心以及 Milton， 还有 TT Protein， 还有 Cosmic 不是品牌不赞助。 第三名的选手可以获得一码国际红牛冲劲所提供的乳清蛋白1罐，第二名获得一码国际红牛冲劲所提供的乳清蛋白3罐。那第一名选手可以获得由红牛冲劲乳清蛋白3罐。那稍后62号选手要注意一下，因为之后等下你要留下来全场总冠军，那你不要离开后台。 谢谢，谢谢我们嘉宾，那嘉宾请留步，稍后还是要继续进行颁奖哦。那我前三名的选手请留在舞台中间，要进行拍照而已。来，请摆出你们最形体的体态，全景给观众朋友们展现出来，给他们看一下。 看一下舞台前方。好，谢谢你们三位选手，谢谢。那第一名选手要留在舞台后方，之后我们要进行全场总冠军的评比赛，谢谢。好，那接下来是 Men's Physique 179 Category。